那很痛啊！你戳啥？那一定很痛的铁。好可爱。准备好、哦。嗨，嗯。再轻轻弹一下就好。大家好，我是小佳。大家好，我是你的学妹姐。今天又来到我跟学妹的 PK 系列。那我们今天要 PK 的是抖音忍笑，就是我们各自在抖音找了一些好笑的影片，来互相给对方看。然后只要笑的话，就要被乱棒殴打以外，然后今天还有个这个惩罚，小学生帽，是之前我们频道出现过。又是这个。这个超痛的哦。那我们直接废话不多说，我先攻。今年是兔年嘛，就要来给你看一下应景的题目。虎兔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啊啊！怎么会这样？那个动物园就很智障，就拿一只老虎跟一只兔子，然后要虎年交接给兔年这样。这我笑不出来啊，因为我觉得很可怜。可是那兔子后来没事啊，他们赶快拉开了。所以果然今年是那只兔子的本命年，犯太岁。差点承认那是老虎的年夜饭呢。接下来换你了。吉娃娃。真小了，不是啊，等一下、欸，你会不会拍影片啊？都还没讲好，你们急着要谈哦。不是，他那个狗很白痴哎、欸，那狗明明那么凶的咬他手指头，然后就那个 AI 画出来是一个可爱小狗是怎样啊？差太多了吧？接下来换你了，你完蛋了。没怎样啊，这题好笑的不是这个影片，这个好笑的是网友的留言，你看一下，瓦克的泳装派对，很坏耶、欸，为什么要这样？不是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别人？你跟我现在镜头前面道歉，你为什么要人身攻击？对不起。我不应该嘲笑别人，我不是在笑这个人，我在笑他这留言有创意，可以联想到那边去。可是你刚才是笑了，你还是要弹一下。为什么？你嘲笑别人就要接受惩罚。好，一二三。哦，很痛哎、欸。下一题。生气耶。他脸好哀怨哦，口水流成这样子，很 Q 哎。他口水流成这样，然后脸那么哀怨，然后这边一直看着烤肉，然后一直滴。可是他很乖，他都不会跑过去吃，乖乖在旁边等，好可爱哦。赶快啊！你这样子，哇！换我了，换你了。我没有笑，我没有笑，我只是好、啊、好可爱，很呆耶。等一下，你那个嘴角然后有上扬就不行了，好不好？你是不是用这种讨假包？没有，快一点。没有没有，下一题。好、啊，等一下不可以这样哦，不可以有任何表情哦，好不好？每一题都笑啊！他的表情超靠背，你看他表情，你看他表情，那很痛啊！你戳啥？那一定很痛的题。好可爱。准备好、哦，嗨，嗯，这轻轻弹一下就好痛，超痛。你们就在家里找一条橡皮筋弹一下你的下巴，就大概是那种感觉。接下来换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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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他在做棒式六十秒，可是他一二三四五六七。不好笑，很问号、欸。他是最近很红的那个妇产科医生。我知道他。换我了。
女生可以一拳把西瓜敲碎，很猛哎、欸。说不定我也可以哎、欸。你不行。为什么？你敲下去手指头断掉，你那么烂。那为什么他可以？打一拳。你又不是西瓜。你又不是西瓜。来换你，换你。各位，我刚回家，然后好像发现我爸在骂我弟，他好像连数个数字都爱哭。我不知道，各位听听，各位听，不要再给我哭了，赶快擦干眼泪，拘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五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一二二三二四五六七八九三十三三三三四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你在录什么？鬼呀！这是一个胖起来，好不好？一二三四。你很烦哎、欸，我原本可以忍住的。一二三。哦。小小我真的不想再听到那个跟那数数字。三十五六七。来一题。忍住了，可是真的蛮像的。他也很像那个谁啊？眼神很像哎、欸。金正恩啊。哦呦。对对。稍微有一 点, 一 点, 点，然后用那个发 型，对。对南美国桃园队啊，主场的球童美眉哦，是这个非常的可爱啊，这个慢慢的外套也要穿起来了啊。他们现在所带的这些东西是南美国新开发的。他拍到那个，然后主播很自然的、啊、哇，很美啊，很坏哎、欸。他是不小心出来的、欸，这个主播真的是太自然了，好不好？现在台湾会跳广场舞，有吧？公园还是有吧？有这种事？是阿妈很会跳哎、欸，其实我蛮好奇到底是谁聚集他们起来，然后教他们跳这个叮叮当当。而且他们还会跳很多新的歌，超厉害的。我有看到跳什么 Blackpink 还是什么的，哦，很猛哎、欸。看球的时间也比较长一点。嗯。我大口有原因没了。你听得懂吗？很坏哎、欸，听得懂啊。他说大口有原因啊，很坏哎、欸。这主播怎么嘴巴那么贱？球评怎么都这样？脸、欸、都不笑。这种地狱梗呢，我还好，我的笑点不在那。小小兵是的。小小兵是肯德基，这让我想到之前那个那个派大星。派大星。三二。这里传好多人哦。当你以为结束了，他并没有真正的结束，他才刚刚开始。好，看他们在脱掉了面罩，在兴奋的交流。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分。干嘛啦？你那棒子拿在旁边。你也超过了，很坏哎！我要是坐在他船上，我超不爽。全部都，给我终止，浪费了。我点头了，我也没有，让你指我。那就喷了，很美了呢。哎，那个帽子交给你，一二三，好痛哦。这种地狱梗的东西，这个抖音一天到晚都有，而且通常地狱的都是那些留言。我觉得这还好，换你。I'm back from the brink and is looking to put this one into the history books. That's hard for Yale. To Carolina finally push one through Sterling Brown. Here comes the spike straight to the back. 为什么要躺在地上？他被打到脸吗？啊？那为什么一直打他脸？有没有笑笑？什么意思？为什么？有没有笑笑啊？啊？是真的吗？是特效吧？怎么可能？他躺在那边，然后球还这么准，一直砸，然后队友再扛起来，扛去用脸接球。所以我刚刚吓到，我想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有点幽默感啊，这冷笑挑战是搞笑影片啊。他们问怎么会这样子？
他故意喷那个咖啡色的东西。请问这是什么？我不小心拿出来 ，sorry。不，你要把它扔到我这。先把卫生纸擦一擦。我不小心的，肚子好痛哦。又拉出来了。又拉出来了。怎么搞的？又来了。我看我好像这样。哎，又扔到我这。我觉得弟弟很好笑，没有，我觉得最好笑的是，还有那个怎么搞的？快点啦！看小朋友，你们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甜的，答应。不好笑吗？还好。我觉得很好笑啊。我觉得刚刚弟弟比较好笑。够大圆明。这个蛮猛的，蛮好笑的。店员都店员都有回应哎。对啊，这个就是那个台中很有名的那个酸菜鱼啊。然后他们上菜的时候，店员就会喊不当渔民，其他店员就会喊当刁民。然后他刚才就在那边乱喊，然后其他店员可能刚好连看都没看，然后就回应他。对啊，都蛮好笑的，不要学好不好？不要造成别人店员的困扰。妈呀！妈的嘞！可开始了。他是很认真的吓到哎、欸，小力一点，小力一点，不然你要哭出来。啊！欸、很小力咯，很痛哎、欸，很小力的好不好？你打到下巴那里超痛啊！啊不然这样会弹到哪里？各位不要再留这种什么你输球害我输人多钱，不要再讲了，好吗？你们不懂我的苦，我足足准备了四年，结果呢？一个金靴奖，一个，重点是只有一个，我两只脚的大哥，那这很像。那你刚好染金发，他是有意图要学他吗？不知道，真的蛮像的，蛮像那个姆巴佩的。嗯，太长，你拉太长了啊！土耳其冰淇淋。啊，这么狠哦！狠了啦！我上次有看到一个土耳其冰淇淋，然后他结账的时候，然后给他钱，然后这样，傻眼、嗯，好可爱，超可爱的。他为什么要这样？他有没有骨头啊？那也太懒了吧！他是不想走路。用滚的，走不住了。好，北然。太烂了吧，它太软烂了。不想走，用滚的。对啊。好好笑。下坡子用滚的是怎样？可爱耶。还没。哦呦，哎呀，哎。他吐口水，然后他以为是海水。我知道啦。讲话，我解释的话，你怕你听不懂。我看得懂，好不好？他把那个手扶梯当跑步机在玩呢。可爱鸟鸟。哎，换你。干，太快了吧，兄弟，太快了吧。这种东西，你为什么你会笑？我本来觉得这还好哎，这有什么好笑的、啊？跟他说，兄弟。你的笑点我很难抓哎、欸，兄弟太快了，哪里好笑啊？哈，你笑到流眼泪，兄弟太快了吧？然后你可以笑到流眼泪，你怎么回事啊？笑到哭哎、欸！哎好像，好像林志炫哦，靠腰嘞、欸！林志炫吃冰。
直线吃冰。三二。那不知道今天的抖音人笑挑战，你们觉得哪一题最好笑？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如果你们以后在抖音有滑到一些好笑的影片，也可以标记我或学妹。那如果还想看我跟学妹拍什么 PK 的主题的话，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说。那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拜拜。不要压头啦！不要拍一拍生气哦，这很烦、大家看你学妹脾气那么差，拍片拍到生气。你在那边故意，还刚才压头是怎样？我要把你头抬起来，观众才看得到。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